今天的主题是勤奋的两种力量。在开始禅修之前，可以先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。或者是拉筋，配合着深度的呼吸。用给自己深度按摩的机会，将自己的觉知带往当前的触感，从外放放松的状态啊，收摄同整到身体的内在，到那我们身心之中安静的、稳定的那个部分。去留意那个正在呼吸的身体，正在被呼吸所滋养的身体，正在被呼吸按摩，趋向安宁的身体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曾经有在厨房洗碗，在厕所里面打扫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验。然后这样的这个工作经验呢，然后得到了一些非常宝贵的课程。其中的一个宝贵的课程就是，不管是多么谦卑，不管是多么卑微的一个工作，只要你改变你的态度，你是用一种慎重的、用心的心情去实践它，那么在那个实践的过程里面，你会得到一种踏实的快乐，一种在锻炼自己的快乐。我见到过有很多懂得生活的人，就是那些懂得不断的把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带往更好的。这个意思并不一定是说越来越富贵，不一定是事业越做越大，但是他有能力去评估怎么样的幸福他是有品质的。那这些人呢，他往往都有一个特质，那这个特质实际上是说穿了，是不是那么样困难获得的？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拥有的一个特质。那个特质就是多比别人用一点点的心意，多用一点心。他那个表现可能是在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多出来的一点点的那种慎重，那个小心，多花了一点点的心思，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，然后这个多花的力气
比起一般的人做事情的方法，可能就是多了那么1%的力气，多了5%的力气。可是那个多了1%，多了5%的那个力气，它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部分。它就是在区分一个人，他是不是会成功，来区分着一个人，他能不能够因为多尽了一分的心意，所以环境里面为他打开了门，就多了那么一两扇。那随着你的那个境遇的那个提升，随着你的心境的提升，你一开始打开来的只是一两扇门，他提供的那个机遇是有限的。但是只要你每一个步伐都是这样子坚定的，更用一点心，多一点点的认真，越向上提升的结果就是有越多的门它会打开来。这个门不管是环境里面遇到贵人的门，这个社会上面，它往往那些特别成功的、还拥有特别多资源的人，他是懂得辨识才能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气质里面流露着那种愿意多用一点心，然后坚定的、不断的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你自己，来对待你周遭的环境，你特别容易会被这样的英雄，被这样的所谓的贵人所赏识、所发掘。那不只是这样的这个机遇，那其他这个，我们因为多用了那么一点点心意，多花了一点点心思的那个结果，它造成的就是天壤的分野。那种同样做一个事情，你会被别人家记得更清楚，学会更多的东西，启发出更多的潜能。他那个分也就在那个，你有没有多用了那么一点点的心？你在那个医院里面看到那些因为运动而受伤，因为车祸而受伤，因为疾病而受伤，他肌肉萎缩不能够运动的人，同样都是这样境况的人，有一少部分的人，他在躺卧在病床上面的时候，他就是比旁边的人多了那么一分的积极力，在有空的时候锻炼着他的肌肉，在提升他的活跃度、他的活动力。那这样子的人，你几乎可以确定他的那个复原、那个复苏的速度是比其他病人要快多了的。而且这个展现出来的不只是肌肉上面的复苏，这展现出来还包括心智态度上面的韧度，心智态度上面的勇敢。听起来好像是很难做到的，但实际上是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小的地方练习，多用一点点的心意，那个几乎是微乎其微的。就好比说眼前你在学习的静坐，你尝试看一看怎么样多一点点的认真，所以你能够把这个功课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，你能够去探索到那个你以前不曾探索过的。你一方面保护着
提升自己的安适，所以让你的这种努力的状态它能够延续，它能够持久。但是一方面你并不安逸于无为无作，你是多用了一点点的认真，多了一分的那个庄重心，多了一分那个投入的心。那种想要改变既定的业力轨迹，去开辟一条不太一样的路，那样的心情，那个是你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几乎不需要多花力气，给人家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温暖的微笑，让那个被你服务被你照顾的人，他那一天感觉是更好的。还有可能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多了那么一分的小心，看起来那么样的卑微，那么微不足道的努力，在保护着你，在确保着你长久的平安。那种在健康在平安之中就有无尽的福报，所以你不看清自己的健康，不看清自己的平安，平常的时候都还是多花着心意在保护着自己的健康，保护着自己的平安，提醒着自己开车的时候多一分的小心，提醒你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多用那样的一份心。这个是精进力，它的一种特质，让愿意承担，然后那个承担是不需要多的。那样的承担是不需要你皱着眉头，不需要你耗费许多的力气。就是在你的觉察范围里面能够发现到那个你在认真，你是稳扎稳打的踏在这条路上。用这样的心情来放松，用这样的心情来观察你的呼吸，用这样的心情来浸泡在身体里面。每一个看起来卑微的力气，它都有它的后续力，它累积起来长时间的培育的结果，它就会雕琢着你。锻炼你的力气，然后往往超越跟沉沦，它的差异就只在那么一点点的力气里面。日常生活中面对着可能自己不喜欢做的琐事家事，可能是洗碗，可能是清洗马桶，可能是在做清洁的工作，你都能够学会，因为多用那么一点的心，所以是在这个看似
卑微的工作里面得到修行的锻炼，然后在那个其中甘之如饴，从认真的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卑微的事情得到成就感。在清扫着厕所的地板，在擦拭着马桶上面的尿渍，那个心情上就好像在消磨着自己的我慢，那心情上就好像是融入在四念珠的动作里面。然后，所以你不必要好像冠冕堂皇的啊，围巾振作的才能够静坐。你就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的地方里面，不断的留意你的态度，包括跟所有一切的人的交谈，不管他的身份地位是多么的卑微，不管他们的岁数、经验比起你来是少了多少，你都是用心的连接，多了那么一点点的用心。那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禅修的动作，像是帮助自己放松。正在放松中的身体，你是多用了一分的心的，更比平常更认真一点点。比平常更多了一些珍重。珍重佛法。珍重这种能够锻炼自己的机会，然后你把这样的心念，把这种愿意多用一点心，这真的是不会累的心意延续下去，念兹在兹的，那个就是禅定力量的来源。看起来高深的、崇高的禅定的境界，它都是在这些卑微的脚步上面，这些基础的小动作上面建立起来的。你不管你平常你是多么的不会静坐，你的心是多么的烦乱，你光是能够坚持着这种正确的态度，这种我做一切事情我都愿意更用心，那个里面已经有禅定的味道了。
用这样的方法帮助自己用心，在你能够记得、能够意识的范围以内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你用力的、你使力的地方，你都多留一点，那个累积起来的力量，就是你接下来的命运是不可测的，是没有算命师能够算得准的。那是一种不断的在累积着福报的状态，那就是一种不放逸住。那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天神，他在命中的时候，他不是堕落，他是去往更高的天界去投生，那个因素就在这里。然后，精勤力的第二个层面，就是那种愿意万缘放下的魄力。我所见过的，在禅修里面，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突飞猛进的人，他们常有的一个共通的特质，也在于愿意放下万缘，用这样的方式去投注于修行。你平常不管是多么样的忙碌，不管有多么多的责任跟义务，起码在禅修的时间，你在自处的时间，你学会干干净净的摆脱开你的俗物，摆脱开你的俗念，甚至想象自己已经死掉了，而处在中阴身的状态，也最后有这个机会在修行，这样的心情。有很多的人，他是环境的逼迫，那比如说健康已经不在了，他在极大的病痛之中，他不得不万缘放下。然后在那样的关口里，他若还知道修行，而不是在痛苦之中昏迷，不是在痛苦之中迷失、自怨自艾，那个成就都是不得了的，往往是胜过于健康的人，能在人世间走到绝境的。他说在那个时候知道修行，他往往他因为这个灾难而获得的会比他失去的更多。那些像我们那么有福报，没有严重健康的问题，没有那个紧迫性，你立刻得处理不可的那个生死的大问题的，你比起那个上述的那些人，又多出了多少的力气？来练习在禅修的时候，那种放舍开一切，全然豁出去。那种真的愿意放下万缘，所以你能够深入到法的核心里面，真的去体验那个你以前没有体验过的，去看见那个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深度。
用这样的那个魄力把担忧抛得干干净净，把怀疑抛得干干净净，专心致志的那个定力，它展现出来的不是只是沉寂的一片，它那个定力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意义叫做一心一静，叫心一静性。那心一静性，一心一静，不是心所在小点，而是你全然的融入于眼前的功课，没有分心的。其他那些会让你分心，你老早就已经把它搁置下来了，全然把它放下来了。那尝试着潜水潜到那个痛苦的核心，就把你的力气把你的智能全部集中在解决这个问题上，或者起码是放在很单纯的在实践着四念处，在实践着十六圣行，尝试着用万缘放下的方法去做令身心休息，看看那个滋味有什么不同，去尝试万缘放下的去做令心欢喜，看看那个滋味有什么不同。把这一刻的自己当作是已经死亡了，那中阴身的状态用功着，你平常那些在乎的、你担忧的、关心的，那个油漆的颜色是要用什么颜色？煮的那个菜色要怎么样才好？这些琐事在眼前的这个生死大事上面，那都是不值一哂的。你起码能够做到眼前这几分钟是万缘放下，让自己死去，所以才有机会让自己像凤凰一样的重生。
亲情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的，万缘放下，所以你能够更加的投注于更用心一点。多用一分的认真去帮助自己万缘放下，不要轻忽小的地方，看起来卑微的地方。
因而胜利的人招来怨恨，失败的人则产生苦恼。极静的人舍去掉胜负的心，安住于极静无争的快乐。